近日，白百合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一组运动照片，因其久未露面引起网友热议。照片中，白百合妆容精致，四肢纤细，身材匀称，穿着休闲的她手拿球拍，侧身与异性合照，坐姿非常随意霸气，还拿着手机在打电话。其他照片大都是在抓拍白百合打球时的模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白百合当天穿的帆布鞋是某国产品牌，价格不过70元，对于一个明星来说，可以说是很接地气了。据悉，这并非白百合第一次晒出与该异性合照。去年两人的亲密合照被不少人误解该男子是白百合新男友。随后网友爆料称，该男子是娱乐圈知名化妆师陈飞，两人是很好的朋友。